在选张也在马，谁就是？五色对上索尔，不会吗？中场战马不是死士哦？假人会，可是小龙鹰不会。那还有什么会跟他一起选啊？还有另外一只有什么可以跟他选？五三也是有用的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用。你不要骗人了，你不要再傻傻的上当了。你看我现在已经，你看我都被骗成这个样子，你还忍心？你看曾经有人说打炉石的都很快乐，现在一点都不快乐。你看我现在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诶。对，那些年默默无言，只能选择离开。无邪的笑容已经不再精彩，你害怕结局，所以拼命伤害。我是不是应该先下这个去吃一发？你坚决不希望我等待，我默默的让你走开。如今你受了伤回来，叫我如何接受这安排？不要再念歌词了。我难过的是忘了你，忘了爱，尽全力忘记我们真心相爱。我以为是芊芊，你却说你更不愉快。呜，表姐，他也不会套圣盾啊，他有什么招？你也可以套这个啦，套这个这一回有点弱，就是。那我刚才想，这个三会不会对上？这个如果我做这个三，会不会遇上他做野性之魂？因为他刚二玩做二做这个嘛，他有可能三做野性之魂。我怕他三做野性之魂，所以我选择过一手。这是我的思路啦。炎魔在呼唤我。哦哦哦！保这只吧，不会保这只。绝望了，告诉你失去的不能。下次主力的竞技场没选一次战马就抖一枚，太好啦，我只要选到三只战马以上我就赚翻了。打一场竞技场才60块，哎，60块吗？开始玩喽，第一只，戳戳。哦，莅临神域，杀麒麟行者。不行，千万不能让你把它解掉。下一回合再下一只，再戳戳，游戏就结束了。对不对？一场战马，一场竞技场多少钱？80块、90块，我只要选花到三美，我就赚翻了，真的。不，你不可以这样，他是愚人骑士哎、欸。No， 死了。抽一张，哦，我就用愚人骑士杀爆你全家，点我！怎么办？这实况组看起来已经有点不正，心理不正常了。大家赶快一人一信救救实况组啊！这个愚人机，这个实况组已经开始发疯了，我跟你讲。火元素，火元素还喷不掉三次哎、欸，快乐。不管嘛，我先按一只出来再说嘛。前来报道，戳戳，呜、哦，真好。让你看看纯净之水的力量。什么什么什么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不会每回按这个就好，不要再下新东西了，每回就按这个，对不对？按完再说嘛，是不是？继续按。
你也不要下第二支，你不要拿招跟人家换，你一定会。哦，雨人边雨人，我现在什么都不要下，他妈的，我每回就按这个，你就死定了，耶！真可惜，我默契宝宝已经拿去抽奖了，不然我一定要买一只鱼人给自己玩。哎、欸，做错了！他是以为这是战吼吗？他做错啦、啊！先把这三只都撞掉，先撞一只嘛，对不对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按一只刚好七只啊。哦，杀棋哦，这个 RNG 是有做坏啊！不行，我不会给你任何法伤图腾了。你想弄我吃土啊？我不能给你任何的法伤图腾了。我现在就一直按这个啊！你是没有办法阻止我鱼人大军的。加入我死亡，我死亡后加入，他们不会知道是被什么杀死的。我再按这个，没有，我可以丢奉献了。好挤哦！等一下。这先撞，这个撞我会抽两张哎，不行，这个有点危险，这个再抽可能会爆炸。应该不用再换了吧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我爱丽丝说三只，所以我要把这只吐，这只也吐掉。不管什么，先吐就好啦，看有没有冲锋而已啊！开心，不能再丢一张愚人骑士啊！你三张愚人骑士，你第一回合全部的东西要打完呢、欸，然后你按才会全满，就是你每回合按都会全满。Yes， Yes， 敢四回之后只要按这个就赢了，超屌！就一直按就好啊，那鱼人范围这么广，对不对？我就一直按，五胜。我跟你讲啊，这个连回家做梦都会遇到鱼，我都会梦到鱼人啊。我想办法合两张鱼人，其实是金粮嘛，那合两张金卡都没有问题。啰啰啰啰啰啰，是不是真好玩？